一对母女相差33年，分别为旅行留下的照片拿下了台北艺术摄影博览会的新秀首奖。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女孩，因为很想要了解妈妈的过去，因此拿着妈妈的旧照片，一个个景点重新游览拍照，包括父母蜜月旅行的台湾。她说，这是一趟追寻爱的旅程。两位女孩站在高雄著名景点龙虎塔前拍照，服装造型却差了一个时代。这是摄影师蓝爱维的作品。Trace off， 但对我而言就是，回去过去，就是回去我妈看她的旧照片的时间点，然后 trace 回去。蓝爱维拿着母亲的照片，重返母亲曾经旅游的维也纳和度蜜月的台湾，推敲取景角度，和母亲拍一张全景合照。这个想法来自一次和母亲的聊天，就跟我妈一起坐下来翻一下看她的旧照片，然后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很想跟着她的脚步去探索世界，还有看她以前看的东西。来自新加坡的蓝爱维用3张照片巧妙串联时间、空间和记忆，跟33年前的母亲对话，让她拿下2015 TVAC 摄影首奖。尤其是这种概念式的东西，我觉得尤其当代摄影里面，我们比较讲究这个概念。但是概念的意思就是，这作品本身有故事性，相当的强。入选作品还有摄影师拍摄在京剧中《大奸大恶之人》《曹操》《高俅》等角色，探讨罪犯和审判者的地位，以及以蓝领工人为主角辛勤工作建造城市的样貌。台北艺术摄影博览会迈入第3届，除了鼓励华人摄影新秀，也邀请国内外百位艺术家参展，包括日本知名摄影大师三好根三带来他专精的大型底片摄影机，探讨传统摄影美学。因为现在数位时代，大家都用数位相机，但是利用传统拍照的人还是有的。那我希望说，传统跟数位之间来讲的话，我希望拍照的人来讲，能够好好的思考。尤其是现在是21世纪，是影像的时代，那你拍的这张照片，它的意义是什么东西？所以我希望说，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当你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，这张照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？不论是传统美学的一刻瞬间，或是数位摄影后置的冲突效果，不同技法编排带来同样丰富多变的影像作品。